好了吗？嗯，你都没有开。啊？好，嗯。要用扳的吗？哦，有一点点斜度。对，有一点斜度，这里就滑得过去。我脚好痛哦，我死定了，我痛死了。
哼，不可能！我无法帮你拍，好难行，好难行。你要什么？就是他不会刹车。好累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啊！我又决定我好好滑下来。哎呦，哎呦，啊啊！妈妈没有等我，对，妈妈，妈妈，她就不理我。啊，好累啊！
就这样滑下来好了，然后我又一只脚卡住，然后后来最后我已经决定说，那我就放软给他滑下来的时候，那我滑下来的时候还撞到一个人，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人在我旁边，还是我日本人，因为我他就是。那你撞到你也在滑，他也在滑吗？因为我从三，我就是已经翘到里面跑到，我又从壁翘上，我已经卡在壁上，我已经决定那就坐着让他下来嘛，我就放软了。然后我不知道我滑下来还撞到人，人家滑过去，然后撞在人家身上。你刚刚怎样？你想挑战是吗？不是，是我想说，刚有人我就弯一下，就弯一下后下不下来，我就一直卡在山上了。啊？我说弯，比如说这个弯，然后我突然卡上来，我就上去，然后那个很陡，下不来。哦。这样子我还下得来，刚刚那个绝对比这个陡，我真的下不来，然后我脚又会痛，所以我现在要怎样？往前面往右走。往前面，前面右边。好像是撞到这个人。的时候有人要叫你，然后你都不理我，知道啊，什么都没，很伤心。我因为我卡在身上，然后在想说这样下去要怎么办？这样怎么办？不可能再往，啊、不是，它是一个几乎快斜了。你回家要看我的影片，你才知道那个有多陡。看不出来，不可能侧降，应该是一脚下去，一脚就在上面了。
冰吗？对啊。哦。该不会就是那个上年回来是那个 Sherry 教学过？我说右边那个缆车刚好坐过嘛，对，刚坐过。
就是很像很，我会觉得那里好像受伤了，所以很痛。但是真的是穿鞋子才痛，穿雪鞋才痛，穿布鞋，你看我走路不逛街没事，就是雪鞋它可能夹住，然后那里就很，真的很痛，痛到我是没有办法站，踩下去就痛。车怎么有往下？山谷底的蓝天。嗯。它搭车的地方很高，它这车搭车不是山底。总之，刚很白痴的站在。下的人呢、啊？有啦，有人往那边去。
Thank you.
下次骑行一定要带。问题是这样子的话，就是我的脚有什么毛病，对不对？就是要多久之后才会好？假设这个跟 force 有点关联性的话，但是我穿上鞋就很痛，我还没有干嘛，嗯，我什么都还没做。走，来走过来。够破关吗？要吗？不用吗？万一看到什么怪东西？我看天亮亮又回去了。对啊，不然要天黑才回去吗？他也没有车啦，他也没有天黑的车。现在还有一点难。是啊。我爸传什么照片？很慢，很慢，因为是黄渤的那个。这我就拍得到了。对。好吧，希望到神山山顶还是有太阳。之后，多拉贡多拉回来之后，只能搭 L， 接着会滑回，滑回几乎，哎、欸，谁在打我电话？喂，嘿，怎样？我不在家，哎、欸，什么事？我现在要去存钱了。嘿嘿。然后？我现在要去存钱，那个大概哈、哦，嘿，大概我要，你说那个帮你缴的会要扣起来的，嘿，大概会扣60000多块。好好。那这样存进去，你那边账户够不够？够了，够。我那个信用卡已经被扣钱了啦，没有问题啊。啊、哦，好，那我就直接去存了。好好好。你给我的账号是 ATM 的账号，但是我想直接去中国信托存。我给你的账号就是中国信托的账号了。那它是什么分行？好，没关系的，我记到中国信托。那个号码他应该就知道了啦。OK 啊。好好好。上也只有声音才传得到，但是你的脸刚好也在上面啊。那个是我自己 preview， 实际上也传不过去。了不起耶，他那个最慢的速度。哦，调整保费，我懂了。我那个职业工会是健保费调整还是那个？那既然是调整保费，应该是健保费调整。
同学，他去买有洗碗地，然后他就说他奇怪了，洗碗也有那种我们在洗衣服那种，然后就说洗碗怎么跟洗衣服一样？结果他已经拿洗碗地洗衣服洗了八个月了。怎么跟洗衣服一样？他根本就拿错了。对，他根本就拿错了。是也可以。真的讲完了吗？讲完了，就是我爸跟我妈各买了10万块的储蓄险。然后我一看，我就说用我的信用卡扣还可以赚点数。然后那个险是保在我身上。啊，又买了，然后又保在你身上。但是缴是他们缴，然后那个利息或什么什么也都是在他们是投保人，所以你知道吗？投保人那个储蓄险，那个回去的钱也都是在他们那边。所以我只是过手赚点数。然后是11月还是12月扣缴，然后信用卡账单是1月多。那我自己说费用扣一扣，那之前帮我缴那些健保什么的扣一扣，只有6万吗？管理费、健保费呢？我管理费缴到今年8月了。重点是这样滑，靠回去，哦，只能坐第三高速，下面的那个缆车，只能坐第三高速。专用，所以做完龙缆之后还要坐3次缆车才可以上到笋山附近，接着还要再做一个 Romance Lift 才可以到那个笋山山顶。今天到底到得了到不了笋山山顶？应该是到得了。现在是2点半，有可能到不了。那个吗？远远的那个是吗？是那边吗？我不知道，我问你啊。
你知道我那时候永远不知道白色的房子。这边看比较远，是有点像这边比较高，看比较远。一时看不出来哪里有车道，在这个山的后面才有。这样说来，这里真的就是不会有人来啊。可是那边的树，我觉得是人工种植的耶，怎么感觉是排列的很整齐？下面那个，我觉得会不会现在看龙卵，我现在开始归纳，几乎没有坐回来的人，坐跟我们反方向的人，然后没有人去了，你都关了，应该很少人逆其道而行，住在 Gakura， 然后坐来苗场这边后。不过像我们去志贺啊，我们不就觉得志贺不会没吃的啊，就是一直在很多吃的啊，诸如此类的。然后网路上我看了一下，有些规划的啊问问题，其他人还是回答他说你最好带泡面来这里啊。志贺啊，志贺，对啊。然后我都会很保守的不讲，我就觉得我不要让太多人知道。然后今年已经有人滑雪团开志贺，然后不知道会不会开始扩散开来。然后我一直在想，那个志贺南馆关掉到底是精简人力，还是南馆想要重建，还是怎样？南馆最旧吗？我也不大确定。但是你看南馆盖在广州站旁边，对啊，最方便，应该会是最旧的吧。应该说因为先有广州才，除非他设计了一个建筑故意盖在广州站旁边，然后那个时候广州站还要打得动。好低好低，因为我记得和田小屋那时候在看是在中间，然后我就觉得是整张图的中间，那我觉得这边还有东西啊。这边齁，我们刚看到的那个缆车就只有这条绿线滑到这，然后就这里了，然后就不可以，最低只能滑到这边，不能再低了，再低下去的话就这边就是不归路。除非他住这里的民宿，然后民宿hotel把他载到这边来上去，然后自己滑回来，这样有可能。太阳好大，很多的脚印。这是去喝水的，没错。站在山壁上的同伴来啦，呼叫他们。看到我会不会出来看你？保护色，站在壁上。现在知道要往这边看，因为他可能站在原地也不会动。没有东西，好亮。因为你坐右边。雪地上摆明了有很多走很远的小脚印啊，但是那是大脚印，人类的脚印。好像是个足球场吗？很像门啊。
很像门啊。哦，确实有可能像门。应该说积雪积那么高，所以看不出来，就觉得不大像门。那你加一公尺，确实它是个门。嗯，既然如此，我觉得那应该是动物吧。嗯。目前为止，哎，两个人。哪里？还是坐过去了？对啊。带着石壁。所以这也算台湾的后花园了。嗯，都是台湾人。一小段觉得，哎，怎么变粉了？有吗？有一小段，但是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就是最后一股，你没力了。嗯。等一下拿到房间，先睡觉。拿到房间之后，我还在想说要不要五点去吃晚餐呢？睡下吗？不知道，我们是一点来吃的，是不是？嗯，一点。啊，不敢这样。嗯，而且拿房间的时候，顺便去锁学板。先拿房间，知道房号，先锁学板。嗯，还是，拿房间之前先脱鞋子，嗯，但是这样子的话，你就要拎着鞋子。但是舒服啊，因为我穿着脚真的很痛。嗯，我要脱。啊，你是先脱组，我是后脱组。我后脱组先，我放鞋子是塞袋。总之，我们基地就是柜台前面。我放鞋子是塞哪一个袋袋？行李箱吗？我忘了。我不知道你最后选在哪里，我自己是锁行李箱里，反正我一拿也是四个要拿出来。那我们雪板放远一点可以吗？远一点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离拉壳近一点的出入口。对啊，不是走到后面，就会离我们那个换装，我们换装基地口选在柜台前面拉壳附近。就这么远。嗯。嗯。昏倒就从大白回来睡不好觉。睡不够。你有怪背不？有，很舒服。今天就没带，又不舒服了。我觉得如果我是穿雪鞋出发的话，你疯了、哦、不是雪鞋啊，雪裤出发的话、嗯、我行李箱又可以带很多东西。嗯，我看到路了。嗯，那一条横线就是路了。嗯嗯。
后天人会，难讲，明后天日本人又更少，台湾人一样多，还是台湾人又更少？今天对于台湾人来讲是请假来玩。真的快睡着了。东西都湿湿的。东西都湿湿的，因为晃掉了。我没带雪镜呢，还要滑了吗？要啊，一下去就要滑。一下去就要滑。对啊，一出缆车站就要滑滑去。我可以出去站着再带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慢慢来。你好像很急的样子。在脸上没感觉，但它其实往内凹，所以已经掉了，掉了算了、啊，那就可以不用用啦、啊。对啊，今天刚好就这样滑完，任务完成。还有这样子的啦，不要理他，他只是地图要花网络的哦，然后现在网络讯号不好，而且你这样子的话反而是好事，不要浪费你的网络。但是我要等会我出去还要再弄一下哦。哦，你要切换是吧？对，又要切，我切了要切。原来你是急着要切。
这里又觉得他不用穿衣服了，就觉得这我觉得这里比较不冷，觉得那边比较冷。嗯，两边的雪其实有点不一样。ゲレンデ内におきまして、スキー・スノーボードの間違えや、お荷物などの盗難が発生いたしております。また、駐車場内での車上荒らしなどもございますので、お車に貴重品など置かれませんよう、在扭屁股，为什么扭屁股？屁股很不后面，屁股不够后面，扭动，很痛。刚刚哇，好厉害！一直滴水，一直滴水，一直滴水。怎么还不够？这样子高阔是面对着太阳，就羞辱。然后我让他低头。那个是什么？哪个是哪个？他好像就穿着太太的衣着，谁？就是穿着大衣啊，这样。太太什么意思？我听不懂。就是太太出门不就穿大衣这样吗？就是他像是一个太太，就是不是滑雪的服装，而是出太太出门的服装。平常的服装就来滑雪。这样这个人色吗？算色吗？他其实有偷用板子，对，他其实到一半，但是看他追求练的是什么。他没，他换边的时候没有用甩的，但是我刚没认真去看他。是顺的，他也好像甩。嗯，但是其实也有 S， 其实有 S， 不用甩的，但也许是用刹的吧。因为我实际会滑成这样，回去，怎样？回去的路，你还没有要休息吗？现在只是先回来了。对啊，就是，不过现在还真的已经几乎没什么太阳了，雪山山顶，如果上得去的话，不知道拍起来怎样。是不是要坐拱多拉的？要坐拱多拉会坐到有两个拱多拉，右边的拱多拉高一点，左边的拱多拉低一点。左边的我们坐过，我们在滑这边的绿线。右边的拱多拉也会是下来，会到绿线的旁边。下来绿线的旁边，这里有一个 Romance Lift， 两个椅子的，可以到山顶。所以理论上。但是山顶那个理论上也是到三点，是啊，对啊，所以可能我们是来不及的，所以到不了神山山顶，可能就是去大界面了。我下得来吗？我脚痛吗？可以吧。看一下我的水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里动物不爱走，这边有音乐。嗯，而且也不知道是什么音乐。
因为有音乐，他们就听到就不会出来了。嗯，但是晚上啊，不知道放音乐给收听到会觉得怎么样？有啊，晚上这样。嗯，嗯，都没有人才会走。我是说下面他们不爱走。啊，到了。到了。下面是下，上面就下车了。怎么觉得好冷？嗯，好冷啊。没有太阳了。吃饭的时候就觉得下午应该需要就穿起来。好吧，今天上半午是本季最热的一天。嗯。不过照这样看，14、15、16好像也会碰到更热的一天。而且要下雨耶，怎么办？哎，是下雨耶，东京会下雨。那边的话应该是。还好，可能湿湿的雪还是怎样。啊，嗯。次は降り場です。降りる準備をし、降り場位置に着きましたら、まっすぐ滑り降りてください。なお、降りる準備の際、上は。嗯。又去龙的。往左去一下子，还有下旧段路吗？旧段路啊，其实也没走到，就是个联络道嘛，很近，但是它窄窄的，然后有很多雪板会顶着，然后就是加速离它会有一点超过这样。すいません。太慢了。
他本来叫我们去。不是，他叫我们来来，然后我们俩很慢。这个就是不想要爬的，不想要爬的，爬的脚是最痛的。对啊，等一下，现在是2:53，微妙。本来是问说山顶到了到不了，现在是上得去上不去。是只开到山顶啊？我不知道这个是山顶。但是大斜面，如果他怕太多人卡在上面，他应该只看到山顶就好了。看起来又是个郊区山顶。你在，我在。我记得我们以前要滑这个，还叫姐姐从房间看我。现在看起来觉得这个只是很长，没什么，没有什么。对啊，但是那时候我觉得很短。但是。应该最舒服就是把第一趟那种压好，然后做大王。现在你在这里做大王，可能你嫌它会跳还是怎样？例如说这种速度，我印象中我们也有从房间看，然后我那时候在觉得那个很快，但是现在看到底有没有现在看还会觉得很快的感觉？不知道，你就要看别人。对啊，是走这边哦。我们现在就是要滑这道，就是要滑去贡多拉，蓝色窗户的贡多拉那边。对啊，然后这中间其实有隔开来，我不知道右边跟左边差在哪里，感觉都差不多。但是现在就现在观察，这是个左高右低的，右。这边左高右低，那边的话好像有一点右高左低，我不知道哪个对左脚比较好。哦。然后这就是我们两个卡住脚的地方。哦。对，你我卡住，你给我逃跑，然后我就被你劈开，然后我就摔倒，就气炸。被我劈开。啊。是你停在我的血管。那就赶快跑，然后就已经。就已经不行了，你不要动就好了。那你要先走这再切过去，还是直接从那里下来？随便。你走这里。哪里比较轻松？先走这里，轻松一开始，这样子再切回去是比较轻松的。那个平的不用过去了。但是这样子。避那个，例如说网龙卵，他看他这里几点就要把它收了，不用去，不用去了，现在已经八还有呢，没有风哎。而且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一下来往右就可以走，他现在一律都封住右边。对啊，为什么啊？太陡吗？他可能是怕很多人都挤在那里，然后不敢下去的，最后就全都卡了。他其实他直接做了这个箭头，叫大家。对对对对对，我就是说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从我们上次啊，从除了第一次可以往右以外，之后就再也没有了，就再也没有这种。
不好跟你。我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走啊。就这个缆车以右边就可以了。这个缆车右边。对。为什么不走这边？站着看一看，觉得还是蛮陡的。站在这里就会觉得蛮陡的。坐缆车的时候觉得人家不陡，站在上面还蛮陡的。不行哎，脚好跳的好痛哦，跳的脚好痛。啊，反正最陡的就已经是这里了。那就下咯。下到，然后右边，到底是右边还是左边？右边是 lift， 左边是 gondola。左边是我们是 lift 吧？要左边的，要上进去啊？你是很紧张吗？为什么你下得这样慢慢的？因为我会紧张啊。你会紧张哦？对啊。我怎么不会？我一直脚很痛而已。我现在在看是那个楼梯爬上去吗？我就是不知道啊。但是我都没有看什么人过去耶。
看你就已经怀孕了，而且我刚用了脚好酸的滑板，紧张的就用脚的酸的滑板。我看你蹲超低啊，然后那样子的话也会很累，然后要休息这样。这个是到哪个山顶？不是最山顶，没有到山顶。这个是可以唯一可以到去山顶的那的小缆车的位置的地方。长成这样。对啊。站在山头觉得怕，下去了就还好。这个还好啦，只是它很长而已。但是应该什么那个吃苹果派那个都比它陡吧？好，是苹果派都比它陡啊，这个还好啦。拍苹果派叫 Giant。这次去小姐也不会在啊。你说他已经？他在东京，他是那个年底那个期间才会回来，所以那时候才不在。只是嫁一个，我是说嫁一个先生，就是家里做这个，那就是过年就是回来帮忙，他也没休息耶。在东京就是休息，是不是？路上有公车在跑，哦，很像是王子的车。我们刚坐来的车身上有写王子吗？我怎么觉得好像没有？所以用问的，他说那边，我就本来就怀疑那有单独一台，怀疑是不是他。还真的是，回去的车要不要去约一下？拿房间的时候可以约，跟他约，看跟他约还是跟旁边约。没有，到时候就会一个人家讲说，切，英文还是配角里的都没有，骗人，你骗人。但是其实就是没有约房，其实下车下面还有一堆人。四个吧，不是长排，你到底有没有看到？我没有看到，大排长龙，至少十个人以上。就，反正他可能讲话站不下了，这两排。但是如果里面有约到的人的话，那就糟糕了。我原来是想说，是没有约满的话，上次上月国际不是也是他们约的时段？大家约从四点，比如说四点半还是五点，两班，然后就我们四点半就要走了，他们也是从那边下来，但他们就是后补的。越过山头，可看到大雪面，在下来之前观察一下。大型面的状况，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我刚刚已经下成那样子了，大型面的话会变怎样？我会想说，你就那么慢是要我帮你拍吗？也没有，然后就看到你就绕超大圈的这样，咻，而且沿路刮，奇怪，我平常看你都很勇敢的样子啊。不是吗？那是红线以下。不过刚那好像是红线。没有。是比较陡的。还要拉很高，这车要拉很高。就下面的那个 lift 没有在动。啊？你说？下面的 lift 没有在动。我们上午第一发已经停了。不是，线在下面。你现在往下看。这个 lift 没有带到，那个是废掉的一个 lift。废掉啊！你看它根本不但没有运作，整个就埋在雪里面。不叫废掉，人家没有想开而已。像我看地图啊，那个
我也有看到头毛五废掉的缆车。那这是大斜面吗？不是。嗯，这里。好像就是。那这样子，这也不很大、啊。大家都绕左边，绕左边是比较缓的。然后据说大斜面是只有右边这一块，但是看起来没有很大、啊。对啊，没有什么人坐的、啊，还好啊。以前常看到雪板坐在上面、啊、我怎么以前印象是有人看有人破大斜面是感觉很宽，还是这里不是？好、啊，这里右半部你看有那个下，这个是大斜面以下，下山路，这是下山路，这不是大斜面，因为这个有一个绿线，你看到没有？嗯，绿字形的，一个转弯嘛。对啊，就用绿字形下来就可以。再上去，这个的上半部。
哎呦，会滑会滑，我还是一脚一脚好了。裤子没有拉好哎、欸，先生，你刚刚再弄一下你的袜子，你就是这个状态了。嗯，还在，还有开，去坐下一个缆车。嗯，你走，我就跟着走。嘿，你在倒车？哇，我会不会滑走？怎样？好，去坐那个缆车。哎、欸，要下去吗？对啊。啊哟喂！脚会交叉哎、欸，好窄哦、喔，然后又左右翘。
就差不多要关了。要走了吗？嗯。はい。どうぞ。三時半で営業終了なんで、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好，就炸一次就好了。啊。不行，不行。没有，他连续的，之外连续三天了。哦。是说下面那个咖啡色，对啊，他是早上接我们的车子是穿这个衣服，是吧？哦，是这种咖啡色，深紫色还是咖啡色？嗯，然后又是都是又是都是，哎呦，今天怎么结那么多啊？好了，这应该是坐最后一次缆车，接下来就是一路滑回去。哦，现在收工了，很累，很累啊！一路滑回去应该很累。哦。嗯，脚痛痛啊，怎么办啊？欸、还是我们那个大前面，我们去滑旁边的绿线。现在都不争气啊！你现在有什么？明天再滑、啊。不要明天，我觉得明天滑不到，就今天滑完吧。哦，好，滑完收工。好，笋山拍照。笋山拍照，我们没上来过。对啊，从来没有。哎呀，你那个都凹进去了啊！不是，你那个都黄黄的。嗯。那你明天放弃了，不带了吧？明天就带另外一个啦，然后这个就丢了这头了，他丢了这头了。对呀，然后说谢谢薛里送的，是他送的、啊。哦，我们报他的团，他送的。哦，对啊，那你看都几年了？2016年了，一直缅怀他。哎、欸，这就是他教学波，这是他教学波。没有啦，我就说到哪里就会说这个他教了什么这样。我都不记得哎、欸。嗯。我太紧张了，什么都不记得。我刚在那边差点要觉得我要飞出去了，嗯，那个转弯有点急，嗯，然后就撞上。你左脚不能用这样，就不太行。我可以想象你大概身体躲远远的这样子，这样子转不过去。我的，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还是说太冷？其实他怕。你的电还在吗？现在没有在充电。嗯，偷看一下。没有，没有亮。嗯，没有亮。没有，这样子充差没亮的话。我的电可能被我压太远了，我也不知道这要多远。第二个测试，有电，有电那就不用担心了，挂起来。它这个没有在充啊。嗯。现在有。嗯，我觉得有线，这一条是黑线，这不会是下来的路是这个吧？不是，我们会走另外一条绿线，红线绿线。我看那个人就好像在峭壁上走路的感觉。而且这里那么多草，嗯，他应该把我们挡起来。对，那边又是超滑，但是这里也又不松，也没什么好玩的，就是。我的脸有遮住吗？我觉得右边脸颊很冷。右边脸颊是对着风啊，很冷。
不多两个礼拜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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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下楼梯下吧。Close。什么 close？ 他说这一个是 close。但是有，这也是可以拆掉。下面那么多场，他也要看。走这啊？没有啊，这个拍的一个，而且这一个是新的。前人拍的照片，这个是木头的看法。哦，结果是今年新来的。啊，我结果我从来没拍过旧的，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换的。嗯，好，相机里还是蓝的。我拍不到。我有一个牌子拍不到，算了，有没有厂商就好了。有厂商其实是天代那个切厂那边。好，算了。好，乱拍一通，要不要拍下面啊？那其实没有要滑这边。哦，不想往那边，我怕转。哦。有长有绿。对啊，你是看得出来的。就快停不住了。好，乱拍了一通。往那边是不是？弄下一下头发，满嘴头发的感觉，还是有算了。
很不平哎、欸，它有一个凹，有一个凹，我脚下跳。它可能被那个凹下了，看不清楚。还有，它一个转弯就摔了。是有理由的，是真的很不平哎、欸。莫，你去哪？刚才指导车的。什么意思？中间都会有一个刹车突。哦，说它是。它是为我们做的，那接下来就没了吧？接下来就接回去刚刚那个，是不是要冲的啊？是不是要冲？要冲的，好啊，去大平原吧。没看路要撞你、欸啊、我看到没往前看，我在往下看。用。那那个缆车的左边是大溪面，缆、车的右边是红色下山路。哦。我们之前是走右边，今天第一次走左边。哦。走吧。
就是我们就直接滑回六号吗？应该会先路过一号、二号那边。好、啊，就下面会接到往右跑。是啊、喔，接着才有办法回去的。还要再坐别的缆车才能回去是吗？不用不用，一路滑就可以回去。那你要走我前面吗？啊？随便啊，你要先下就先下，我现在在休息。我觉得好像很没有粉，没有雪呢、欸。感觉差不多。拍什么照？这里啊、喔。你先拍我拍到到前面。哦，好。这边有三个缆车的痕迹。我觉得该那边该不会是那些盲选的，想要本来想要私设滑雪场，但是后来荒废掉了。哦，你说那一片吗？因为那边对面就是苗场的 mansion， 泡沫 mansion， 十万块买得到。哦。然后每年要交20万的税。我先下吗？会不会很可怕？不会。哦、我不戴安全帽的，好勇敢哦。那没办法。好多人哦，害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要下。这是一个逆行路的哦，突然来了一堆人哎，什么时候要下？你说无法确定？没有啊，就在想在好啊，你拍。那里是有个餐厅吗？厕所。哦 ，Green 咖喱。的烤咖喱。Green。是 Green， 不是 Green。Green。我想的是 Green。你好了吗？我还是会，我先下，我也会回头看你啊。回头看的时候脚不会酸就好了。我今天下应该很慢。好，要走了吗？
就很累啊，用很累的滑板、哦、我也有点酸，很酸这样。好，我要跟着你啊。啊，就这一条路、啊、大概到五号几号了以后，七号附近就会接到你。好吃就是很酸，我连膝盖这次都会酸呢、欸。就下去吗？饭店应该在左边吧。
trial 跟 downhill trial。两个 trial， 我们要走哪一边？挖出我不是，我问你走哪边？我走右边啊！我以为你想走这个。我没有，我就问你走哪边？走右边。那、你就一直不肯走我前面，我就不懂啊。饭店啊，轻松了，接着开始要切了。好，能往左切就。啊，我要跟着你呗，你就带我走就好了。嗯、你用嘴巴讲、不用讲。你冲到我前面。哦，我就在等你，不是呗？
被打了都不吃啊。等不起啊。YZ 用我站不起来怎么办，我要这样好累啊，一脚一脚好累啊，我累了，站不起，站不行，这样子全膝盖会。你可以去看录影，就听到我可以低头看到我两个板子是交叉的，然后我就摔倒了，很不平耶。确定这里没有凹下去吗？下来吗？这个吗？这个没用吧？这个好像有用。那个四号缆车在哪里？那个路口，没有人出来，慢不拉几的。好，绿色我去了。好，目标那个绿色的通道。怎么滑得过去吗？可以滑。坐一趟就可以回去了。是啊，是啊，搭带车。我突然想起来你带车应该你切太高了，是吗？差不了一个包，差不了车。这个车很慢。就坐着休息。哦，酸，我膝盖很酸。披萨啦。这里有披萨啦。难道我们以前吃的就是披萨吗？好像是耶，我不知道耶。Food Court是开到晚上吗？ Food Court 好像只开到五点。哦，那这样五点也还来，勉强来得及啊。对啊，你在踢我的啦。我只是想要放下去啊。
一下车往右转。那也太高。对啊，以后三阳区的。QQ 的崛起，三阳区。那我下不来。常常下不来。我刚刚就这样看到我自己这样，呜，两个盘子交叉，然后就嘣就摔倒，然后爬不起来，然后妈妈，他又不理我。我也看不到，我回头整个都看不到，我就觉得我自己也深陷险境，你知道吗？觉得那个地形非常的乱七八糟，然后我就进去了，我也变山羊了。嗯。唉。我觉得我们是坐那个蓝色缆车，然后看别人，不是这一个。你是说什么？是那个蓝色缆车，然后看别人在大斜面下不来。嗯，但是我今天滑大斜面，我没有去我想象中的那么宽呢。嗯，我想象中大斜面很大。嗯，因为我看那个宽度好像也还好。我觉得斜度什么都还好。嗯，只是它长度很长。总长啦，哦，赶快去脱鞋子，脚好痛。九九三阳街，这里也有个三阳街，看它切多高。其实应该是说，我那个时候觉得那往下觉得很恐怖，那现在切到那里就那个坡。讲是讲还好，但是我还是用害怕的姿势。对啊，你刚刚在上面怎么了？很久都不下来。很累啊，很累啊。用害怕的姿势滑，肌肉很紧绷，消耗太多的力气，我滑一阵就要停下来了。我就在想，是不是那种要耗力气？耗到肌力长回来以后，然后之前的动作才做得出来，然后也因为肌力够了，就不会再耗太多的力量，所以那时候就会觉得，哦，好像我的力气源源不绝。但是前几天都没办法，然后我还有在想一件事，就是穿鞋子这样怎么办？我每次右脚都要抽一次筋。干嘛要痛那一下？我在想说，以后我要不要拉筋，拉完以后就开始，就要拉它。那个因为那个姿势平常不会做，要抬脚抬起来，然后踩上面这样。那今天幸好有那个椅子，我就要踩一踩，我踩回来，然后好多人都可以穿。每次右脚都要踩。是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东西要放在那。哦。我
出来就是从五号出来的。哦，那不就直下就好了。去下面刷一下，我记得早上出来我看到他有刷子，我要去刷一刷，我被人家丢在地上，真是很脏哎。有在织哦，就在地上，讨厌啊，来钻一钻。我要找一下，右边裤子这样，裤子。
部长，我好像看到你。嗯，记忆力不好。嗯，是过了。先拿左边，再拿右边。这两套有退出来吗？有，先拿。还是那个套子就不用拿。你有什么东西要拿？我的一东西在里面，要。哦，好。我的东西不是在里面吗？先脱完鞋子再拿。好，一百块拿啦。一直跟你讲一百块，我跟你讲，那天去迪士尼啊。完全没听。迪士尼啊，对我讲话你就是不听啊。是什么迪士尼？迪士尼啊，也有这种柜子啊，然后就有一百块的，我们就说啊，好麻烦，还要放一百块。其实我们哦，不是是 USJ， 然后就有人一百块就忘记拿，一大堆忘记拿这样。我有一大堆啦，就刚好有一个，我们就用了，然后离开也没有把它拿走。嗯，那不是我们的钱啊，只是借用一下，我们就不用拿钱。鞋子怎么在这？哦，我鞋子没有在这哎。哦，我鞋子在那包。那你先换，换完再。我再去一次。对啊，你先换啊，你先换。我先脱。对对，你鞋子在这吗？我在这。那你换，你先换，那舒服了再去。